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说哈，满足这个不等数的整数解共有几个呢？我们看哈，这个东西哈跟什么嘞？跟这个是同解啊，哦，x 减一平方乘以 x 加三乘以 x 减二小于零，哦，这符号会一样啊，不过哈。x 呢减二呢不能等于零，哦，这两个式子呢，它的解是一样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哈、哦、又跟什么同解呢？因为它是大于等于零嘛，哦，那你如果带一的话哈、哦，这不能等于零了、啊，因为它小于零嘛，所以这不能等于零。那这个不等于零情况底下的话，这个它一定是大于零。那我两边可以约掉，也就是说，它跟呢这个是同解，x 减二哈小于零，但是呢，x 减一哈不能等于零啊，那当然 x 减二也不能等于零，好，这个跟这个同解啊，这个解哈它在哪里呢？它在这里嘛，负三。它跟二，这正负正，哦，x 呢带这个区域的数哈，带进去它是大于零的，带这个数下去的话它小于零，带这里面的数下去它是呢大于零，所以是这个界是它的区域啊，也就是说哈，它的话哈，x 呢它是小于多少呢？小于二嘛。大于多少呢？负三。里面这个要把它剔除，哦，这个 x 哈不能等于一嘛，x 的话不能等于二。好，那呢这个一，哦一，这个二已经剔除了，因为这个没有包括二嘛，所以要扣掉什么呢？扣掉哈一呀。也就是说哈，x 呢？它的整数解哈是多少？从那个大于负三嘛，就负二，负一，这个零，不能等于一，也不能等于二，所以呢，它只有三个解，一个等于负二、负一跟零。好，那我可以把它带进去嘛？带进去的话，你看哈，这 x 减一的平方，它一定大于哦，这个一定是正的。然后呢，你带负二下去的话，哈，负二下去在这里面嘛，哦，这个负二下去的话，哈，这个它是大于零的，这个是正的，那个负二下去带进去还是负的嘛，所以这个正的是负的，这小于零，所以没有错，这是解嘛，再来的话，负一下去，负一下去的话这是正的嘛，然后的话呢，负一这也是负的嘛，所以呢，这也是解。这是解，你带零下去的话，这正的嘛，这个是负的嘛，所以它还是小于零，所以这个都是它的解啊，所以答案呢总共有三个解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，有三个解。